春夏秋冬啊，来，我们来听我们的周周诠释这首歌曲，谢谢，谢谢大家帮我 like and share，thank you。谢谢啊，唱的又啊原汁原味，听到我都忘了上来，哇，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棒。有没有冷的感觉？啊，我听了冷叽叽。别啦别啦，都来冷叽叽，春夏秋冬。哎呦，感谢感谢，宝玲，你真好搞恭维。哎呦，感谢伯啦，感谢伯啦。是甜姐儿，跟你学的，跟你学的。今天唱跟那一天唱，怎么感觉？今天唱的感觉就很 relax。比较 relax， 对，这好像表演这样了，没有压力。唱的感觉也很享受，很享受哦，很紧张，但是唱完了哇，爽的感觉啊，就一个挑战嘛，这个挑战很开心，很开心。那么现在我要趁这个机会呢，再次祝周周老师生日快乐，身体健康，桃李满门。哇，哎呦，真的很用心，你看他做的这个奖杯，是是，来，我们有请。
啊，我们的颁奖人周周老师来，你上台，你跟他真的是很用心主办这个节目。哦，让我可以在这边得到这个奖，非常感谢您，还有陈峰老师、登峰造极，还有三位评审都给了很好的评语，所以我在这边我再加强，谢谢大家。哇，你看，我不用叫他，他已经说他的得奖感言啊，也赛也赛，自己讲出来啊，非常的棒哈、哦，谢谢。你看拿杯都不一样了，那个 action， 那你的奖状要不要？啊，恭喜恭喜我们的。JoJo 啊，他是基金的得奖啊，奖金是100元跟奖状啊，谢谢谢谢，非常非常的棒啊 ，Action 啊，来，哇，非常非常棒，谢谢啊，恭喜恭喜我们的 JoJo 啊，谢谢田姐啊，谢谢基金的得奖。